环境不错呀。不要激动，对身体不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多关心你，听说你病了，我马上赶过来。你监视我？我们合作那么多年，老朋友生病了，我过来看看，不要多想。你真是想逼死我啊你啊！哎，我还要仰仗苗总发财呢，你可千万别有什么三长两短。苗总，我现在已经辞职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苗总当年亲自创立了鼎华，虽说现在功成身退，但你要说公司里没有留你的人，谁信呢？我已经明确的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再帮你的。赶紧走，我女儿马上就回来。你把她看见了，我还挺想跟她聊聊呢。你给我滚！好啊，苗总要养好身体。你要是没了，我攒这么多年的资料就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掌握我的证据，我就怕你了啊？大不了鱼死网破，看谁判得重。苗焕阳，你不要这么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你真以为你和贾长安干的那些事别人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怎么你不知道啊？哦，这个混蛋！一定是他把你那一份拿走了。你看，老话说得好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贾长安，真是你们杀的？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苗总，你好好养病，等你好些了，我们再详谈。什么详谈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。终于见面了，
你就没有问题问我吗？